要不要选择闪躲，只想爱你的我还想爱你的我，难道只能在迷雾中才爱你的我。
Thank you.
来他是他现在没上班，他只是就帮我挂了那个没上班而已，请假了。我他妈的飞龙Thank you.
到一箱那个，我都不知道那照片他妈是谁拍的，就是我看的给你拍了。